经过星期三休息，明日沙田十场，临近季尾，太热门及季来跑太多的赛区不宜黏手。第四场14号打铁趁热，今季五岁二月总五班开斋，之后四班轻磅只近未能才入位，但蔡明少骑的三场每仗总有一段俾你睇。今次人马再来抽到十档，相信蔡明少已掌握到此区发力点，直路分分钟外档一扫而过。第八场7号张灯结彩，此区赛够四月才上阵赛区，又是只近未能入位，试过直路、谷草、泥地、上将田草千二最接近，今次再来换回史卓峰，纷纷会见真章。